同时记得香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，我们会走遍整个深圳的各个角落吧，为大家带来既有福利又好吃的美食。那现在来到这个东角头站，我们想要去的这个咖喱店呢，是在东角头和水关之间。他呢有送花茶，我们先下鱼丸。这个是鱿鱼片，在滚的时候呢下这个鱿鱼片，烫的差不多有点翻起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硬式香辣凤爪，这是菠萝炒饭。我先来一口了，可以。大海捞鱼丸，咖喱鱼蛋，咖喱鱼蛋。好闷吧，哦，可以哦。嗯，这鱼丸很出彩，而且吸住了咖喱的汤汁，不错。大雄怎么样啊？这个口味？不是你找，吃起来酸酸和和，挺不错的。是不是有柠檬味？我吃出柠檬味了，我感觉还不错。对，这个最主要是香茅味道比较多。好，那我先吃牛肉。当啷啷啷啷，这个要烫多久呢？好像老板娘也没说，烫熟它就行啦。熊大口吃牛肉，怎么样？这牛肉，首先这牛肉切比较厚，但是呢，看完之后它还觉得是很嫩的感觉，然后呢，就吸满了咖喱，同时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哦，不错，看来大熊对这个评价不错。喝一口汤先。我觉得汤呢，首先它这个咖喱味很浓，这个还放了很香的香茅，所以这个汤整体来说感觉是把我带到印度的一种感觉。有没有椰浆味道呢？椰浆稍微一点，但是不太浓。这个咖喱汤汁呢是比较浓稠的，所以不适合单喝，用来烫火锅还是可以的啊。怕辣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其实这个咖喱火锅是不太辣的，都可以来尝试一下。OK， 我们吃饱了，来看一下这个发票。那我们点了一个汤底，他家就只有一个汤底，就是原酱汤底，是咖喱味的啊，就是我们刚刚喝的那口汤。还点了鱿鱼、牛肉，然后四海鱼蛋。那这个菜的话，我们点的是通菜，不是生菜。通菜的话，相对来说烫火锅会好吃一点，烫这个咖喱火锅。我们还点了一个份小吃，是硬式凤爪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原汁菠萝炒饭。那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菜单啊，其实价格的话呢都是很中肯的。这个就是他们家比较出名的原酱咖喱海鲜汤，那如果可以吃辣的朋友可以加辣，那吃不了辣的呢就跟他说不要太辣就可以了。原汁菠萝炒饭呢是28元一份，价格中肯。
老板娘，那如果吃不了辣的人怎么办呢？放心，我们的咖喱是手工咖喱自己做的，连大人小孩都能吃，放心。哦，可以加辣或者是减辣是吧？都可以，你需要的哪一种辣度或者不辣，我都可以做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是已经全部吃完了，响应号召光盘行动。OK， 那我觉得啊，好吃的有哪几种？一个是咖喱鸡蛋，然后还有就是牛肉，它很嫩。最喜欢的就是菠萝炒饭了，已经被我全部搞定了。那么大雄，你觉得哪些比较好吃？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鸡蛋，还有那个定式蛋挞的不错，定式蛋挞经常被我吃光。我觉得这里做不太行的，可能就鱿鱼。鱿鱼如果烫了不久的话，可能就有点腥；如果烫了久的话，就干就了。对，对我个人觉得鱿鱼可能这个我们点了七个菜，也才204。老板娘送了我一杯印尼的咖啡，手工咖啡。做了之后，整个屋子都很香，那个咖啡味道。对，闻到了，闻到了。印尼老板家乡的一种特产。纯黑咖啡，纯黑咖啡。好，谢谢老板娘。大家可以过来这个店尝一尝。